兵们。哇，这个是谁啊？周瑜，这是都周瑜吧？周瑜呀，都督。官渡之战呀，自动选人李赵云，我真急真你门啊。那你就是赵云是马超，哪个是左慈？张哥那任务怎么做呀？交给何进。把信交给何进在哪里啊？何进啊，我怎么回到那里呢？啊？我他妈的溜溜了，我已经。切过性没有啊？不是，不是，啊、不是。啊！又跟他妈那个图一样的。哎，不是，我怎么回新手村呀？啊？找何进就直接回新手村。我怎么找他呢？你在哪里啊？你标个点。战役副本。啊？战役副本那边。拿个战役副本。OK. Our ally hero has fallen.这他妈是怎么玩的呀？啊？一旦有四下，得了呀！啊？这四气来了呀？这他妈那个士气啊，叫他妈鼓舞士气啊！啊，我也。为什么你一百多万属性啊？我研究那个遁甲天书呀，我想知道，就那个遁甲天书呀。我的话，你们要跟我一样研究那个遁甲天书呀。木头他妈前进哪儿打得过呀？没人他妈打得过。哎，木加加加加加加。没前进他妈谁打得过呀？为什么？我磕毛，我他妈！
宝。我磕球球的金，我他妈我怎么会可能磕金？你他妈的！我磕毛的金，我磕。氪金呀！你们他妈的别乱说！呀，这个图还挺好玩的，他设计的那些挺帅的。对。呀，要去打前面的，要去杀那些兵。加！家里面还算呀，七进七出，你妈神赵云的技能，老子技能，你妈巨帅，对，高。打什么怪没了你？不会，这个刷的好快啊，这个进度，这个刷的不慢，上把那个刷的太慢了，这个图刷的很快。啊！呀，韩信怎么他妈有寒龙枪了呀？呀，好猛啊，韩信！我怎么在说屁话呀？你们他妈了个逼的！韩信好猛，你看你这字，他妈好猛啊，韩信！你们人呢？我在家里面。看一下，500万属性，我50万。不是我属性高，我刷的快，快点你妈手加呀！你们他妈的，哎。你们有他妈法师吗？家里面，啊，给你丢两本书，等会把你的书他妈给我。怎么说？这里，
苍南之灵加他妈的冰河爆裂。不是。要我再打江东小霸王。星辰之辉。加他妈清寒金月。哎，我他妈的。哎，我好烦呀。哎，加手加啊，自觉啊，燃魂术。哎，你们他妈去打战绩啊，打了他妈给我东西啊，你们他妈的发开，你们妈你们去打技能呀，给我技能呀！打有时间穿，哥，打有时间。我要那个呀，我要剑转流云。转流云有吗？啊，剑转流云有吗？没有。你妈打技能书呀，给我搞点技能书呀。呀，我他妈给了 AC 一套，这逼他妈的不给我的。啊，我没有木头呀，我就他妈四十木，家里面。好奇，这是什么？天玄罡。啊，可以他妈去弄这些女的。呀，可以他妈的把他妈什么孙尚香、大乔、小乔、甄姬、貂蝉全部弄了。在哪弄？啊？在哪弄？现在还弄不了。加，你们在他妈打六六呢。
啊？钱吗？你帮我付呀。你请个客嘛，兄弟。啊？你请就行了呀，都无所都没关系的。先去打左边的那个副本，可以他妈得很多东西，兄弟们。左边，对。哇，得他妈好多东西啊！雌雄双股剑。是最他妈重要的，雌雄双股剑，定军山之战，我已经打到他妈定军山来了。超好啊！啊！不会这么厉害啊！猛！超人，超人猛！呀，夏侯渊老子在打，你妈一刀，你妈一刀就给他秒了。呀，黄忠试炼是他妈最烧的，全都见。新建在哪儿嘛？新建在前面的地图呀，你要去看呀，虎牢关。月华宝剑加月华宝铠，石亭战役巨天人，这个兵月华，解锁青莲剑。斩杀曹，斩杀他妈的！
刷木头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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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他妈用力的刷，狠狠的刷兄弟。你妈一刀一个！呀，全是战三国的将，风雪枪。我的大吕布等一下。这个县阵营试炼有什么用啊？这是干嘛的呀？这分等级的吗？这个地方是？他妈这有什么用啊？加属性吧。过五关斩六将。后面的东西了，蜀汉将军印，打一个。呀，我遇到厉害的怪了，我他妈去打，打他妈刘关张去了，兄弟们。呀，五虎打了他妈四虎，我是他妈第五虎，是他妈最烧的。蜀汉将军印，这是什么？北伐中原，呀，高难度才能开。先他妈刷木头，六星演武。等一下，无限火力啊！等会无限火力啊，兄弟们。马上无限火力啊！吃口饭好吧，吃口米饭，把这个饭吃完，我们就开打撸啊撸。先刷点木头。看 boss 吗？打不过呀！现在直接看 boss 肯定打不过呀。别急嘛，不要慌嘛，各位。演武场我应该是刷完的，相当于七星演武还没刷，我先把演武场刷完好吧。你们打得怎么样了？这个四星演武。啊。八星演武，我先把演武场他妈刷完。技能都他妈不想搞了，麻烦。八星演武。九星演武最后一只，九星演武，然后呢阅读兵书，我兵书还没阅读。妈，木头好难刷，这个加加到上面回家。这把我们这个图玩完去打无限火力去好吧，兄弟们。打不超人怎么办？
我操他妈的，怎么这么复杂呀？怎么他妈有这么多木？你这叫他妈多少木头吗？你们在刷多少木头的怪？我只问一下，啊，我在刷100木头的怪，而且他妈的木头完全不够用。我再刷100步，一个怪你知道多少步吗？160步打完，都刷的巨他妈慢。兄弟们，我只想问这个东西有他妈多少级？我只想问这个军书有他妈多少级？这一级我已经升了100000木头了，还没满。加！这个多少级？剩下20级，能不能升满？19级，再看一下，20级应该满了吧？讲道理。说实话，我不太想去打那个解锁那个六那个东西，蓝蛮巨力。东风破，王权斩加败王剑诀，谁用败王剑诀？啊？王权斩，手上金币好像没有用。算了，我技能他妈没组合，将就了，他妈没组合就没组合。他妈最高就是刷他妈这个木头，没有他妈更好的木头。失恋赢吧，来失恋，失恋不行。吃口饭，吃口饭。我走位是把射箭都打了，你们有印象吗？现在打两个吗？啊？现在打都没用。什么？现在打。为什么？
已经跑了吗？这谁呀？刚才他打我呀，我还差一个就好了。他打你干嘛了？我们打不了他。扎！废了！韩建又他妈不守家是吧？团队副本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我先那个，我先把怪刷点木头。啊，石块吧。嗯。打完了。马上就打完了。我看一下升级啊，兄弟们，多少级？我看能打的，好像已经被我全部打完了，基本上打完了。好手啊！来，请战最终 boss。怎么了嘛？为什么？神奇的九寨。长胜将军英魂都拉满了，应该也能过。说实话，兄弟们，84星来了，杀！我来干他，站哪那个逼？呀，我们是守的什么兵啊？援兵？援军吗？那他妈是谁？袁绍吗？你们先上好吧，你们先上。我看看你们打不打得过，我试下看他们打不打得过，看一下他妈张哥他们打不打得过最终 boss， 感觉也能打呀你们。我上了啊！我觉得一下是不是？你们三个先试一下吧，你们三个先去试一下。对，你们三个去试一下。我来了。两面一马，咚咚咚咚咚，人家的帽哎！
吃饱了。